今天的赛道魔方赛道，你们即将应对的对手 Antoine Cantin 魔方第一了，特别厉害，还有两个项目都有世界纪录。只有一位选手有资格迎战 Antoine Cantin， 他选一个最难的，太夸张了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后边是激烈起来了，你看看这汗，手都有残影，那是，差一秒，应该没戏了，命运完全掌握在人家手上了。